着自己吃吧。这租户都自己打扫啊？嗯，村里的阿贵婶儿，她负责公共区域。挺舒服，挺安静的。我刚才在你房间门口看到谢之遥了。嗯，他住隔壁。我昨天问他，他说他在北京工作好多年，是做投资的。嗯，他大学毕业以后啊，就在北京工作了。前段时间啊，他爷爷忌日，他爸回来了，然后呢，我见了一次。我听他爸的意思说哈，其实他们家里人不太支持他回来发展，毕竟在他们的想法里面，农村走出去的孩子，不到混不下去，也不愿意回来。我在村里转了一圈，我觉得这边的游客不是很多哎。哦，过两三年再看吧。等宣传和口碑做起来了，还有那个韶华书屋，那就不一样了。那也不一定，很多地方挺好的，就没人去。也是有这个可能性，但是我相信这儿能变好。其实谢之遥啊也挺难的，你看哈，村里有事找他，村民有事也找他，他自己的事儿呢，那只能自己去解决。那你看他每天乐呵呵的，也不找人诉苦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他多容易呢。怎么了？你看看人家多努力多拼命的工作，瞧你，你什么时候找工作？再等一个月吧。那我回去啊，给爸妈帮他们搬搬家，然后我就去找工作。你还回北京啊？嗯。不考虑来上海？考虑过了，还是想在北京。其实呢，我觉得上海有上海的优势啊。你看那黄浦区五星级酒店扎堆，还有你姐夫那儿有一套老破小，租户快到期了，你要是愿意来的话，咱收拾一下，你住呗。你姐夫说了，只要你自己付物业啊、水电啊，偶尔看看铃铛啊，陪他玩就行了。爸妈想让我去的吧？你们商量过了啊？对呀、啊，你看我跟你姐夫都在上海，有什么事儿咱们可以互相帮忙嘛。你和姐夫的好意我心领了，但是还是不麻烦了。我已经有意向了。我在北京的一个大学的师哥，在五星级酒店做 HR， 他想让我去员工培训部。哎，你说你要是有个什么男朋友在北京的话，那我也不会劝你。但你说北京有你的什么呀？没什么，但就是习惯了。我看你在这儿也挺习惯的啊。我就知道。你来这就是来教育我的，我这就叫教育你啊？那可不是吗？我们家四口人啊，从小妈是董事长，爸爸是总经理啊，你是部门总经理，就我一个被管的员工，是吧？现在董事长退了，你是董事长，那家里大小事儿可不都得过问董事长吗？对不对？那你教育教育我，天经地义。哎。照你这么说，我就是那个给董事长跑断腿的助理。你啊，明显就是那个空降的大小姐，又任性又倔强。这董事长啊，总经理拿你没办法，甚至有点怕你，就让我这个助理两边跑，我还出力不讨好呢。爸妈怕我？是啊，怕你啊，看你脸色，从小到大都偏心你，说我是姐姐，大你几岁，要让着你。你什么时候让着我啊？我凭什么让你啊？我干嘛要让你啊？你这哭泣包。哭泣包？对，就是哭泣包。你看你以前啊，鸡死了你哭，小兔子死了你也哭，还有那金鱼死了你也得哭。最可笑的是那个指甲花，我掐几朵染我指甲你还哭，你一哭他们就骂我。金鱼是你喂多了给我撑死的啊，兔子是你喂青菜胃拉稀了死了，这个指甲花你一朵都没跟我留，你还委屈。兔子是妈喂死的，它赖我身上。从小到大我跟你说了多少回了，你也喂了。你看你这个人，你
别整天跟爸似的，整天你看你看。我不看，我不去上海。为什么上海不行？我在那有很多的关系。就是因为你在那，我不想去。哼，不去最好，我还懒得管呢。哈哈，狗咬狗，一嘴毛。不许学姥姥说话。哼，吃你的饭。妈，反正该说的我也说了，人家就是想回北京。这豆啊，真是不省心，现在你说的他都不听了。他什么时候听过我的话呀？二姐怎么了？也不知道像谁，你说。像姥姥。妈妈，这铃铛现在可像您了。说我跟豆啊是狗咬狗，一嘴毛。哟，哎，这才两天，你们俩又掐架了？我俩掐得过他呀？那伶牙俐嘴的。说您呢，是董事长。爸，是总经理。我是部门总经理，就管他一个。嘿，都管他一个人不好啊？董事长啊，有个事儿呢，我觉得问题不大，但还是跟您汇报一下啊。贫嘴，快说什么事儿？你记得逗那视频里那个男的吗？那个老谢总，谢总的那个。我发觉咱都好像喜欢上人家了。哦，是吗？哎呦，哎呀，但是有点远吧。不过我看咱豆也没有进一步的意思。你记得以前他那个男友柯基吗？人家要他调到西环的那个酒店工作，他却把玉换了。所以您放心，咱豆啊，不会为一个男的去什么地方，也不会为一个男的留在什么地方的。哎呀，现在也不知道这个性格好不好，这毕竟到了要成家的年龄了。哎，那个妈，我有事要处理一下，就先这样哈。啊，行行行，那你先忙啊，你爸买菜去了，中午啊给可心包饺子啊。好，拜拜。哎，多好。哎呀，二姐怎么了？没事吧？没事没事。哎呀，她休假去云南玩了，你大姐呢也带着孩子一块儿去玩去了。这多好啊。大姐跟二姐小时候那就跟柴火遇到炮仗似的，一点就着，噼里啪啦的，还说人家呢，就好像你跟你二姐不吵架似的。哎呀，这个分开就想，哎，一见面啊，不超过三分钟就闹。是，哎呀，咱们家这女孩子里啊，没有一个脾气好的。哎，将来可心肚子里啊，这也是个姑娘的话，那就更得闹腾了。那可别。